六一所去之真如无差别，三乘解脱等相等啊，三乘原是一乘法，故说为一乘呢、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实则非无二三之别。如《大乘庄严经论》第五，《摄大乘论》摄第十，广利十义和八义，异曲而论之，是为所谓三乘真实，一乘方便之教旨。啊，以深密等经为所依的法相家主张。这就是各个宗派里面说法不完全相同啊，因为每一个宗派他所依的经论不一样那么在中国佛教多半都是以天台华严他们的说法为标准，其他的可以做参考。贵圆融，不贵分别。啊，无论怎么说法，只要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万法圆融。